ヤッホー、ヘイム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。要回去啦。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机场，在等羽田机场的那个飞机。回老家前有两天在东京。嗯，怎么办？有规划吗？你规划呀。我们都是 freestyle 啊，到了再想要干嘛。我们通常太 freestyle 嘛，就去冲绳也是当天决定当天去啊。这一次是我给你功课，做好了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带日本人去东京玩，能不能让他惊讶？哎、欸太刺激了吧！好、okay、期待台湾人安排的旅程。OK， go。早安。早安，早安。我们现在在干嘛？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不知道哎，还没规划。你不是说要规划 ？OK 啦，简单简单简单。哦，我饿了。我有个秘密武器，给我三分钟，给我三分钟。你先拿着。你在干嘛啦？不是这样吧？有了。东京第一天已经开始了嘞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你看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甜甜圈。赶快走，赶快走。Let's go。哎，到了，到了。到了？哪里？哪一家？这个，这是一个甜甜圈店。厉害吧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一下就找到行程，好开心哦，我最爱的甜甜圈耶。你看了这么多人， Oh my god， 买了买了买了，那个外国可以耶，问号，好棒，让我看一下，哇，买这么多，吃得下吗？我买全部，所有口味打勾了，到三间，两间多而已。这个才是叫生甜甜圈，我第一次听到是那个沙西米甜甜圈的意思。看起来好厉害。来，干嘛？哎，要卖？全卖。很 Q， 真的是有生的甜甜圈的感觉。沙西米。哇！哇！没吃过日本人。哇，你知道啊，嘴巴。这个馅好好吃哦。是不是甜甜圈控？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。有没有？你很会走，你很会走，这个很 crazy 耶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直接上一个生火腿。哇靠！再给我。哇！超配。这是假的，我不信。这个超配，鲜鲜甜甜的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谢谢你。吃一吃，我们就去下一个点了。要有一阵子哦。你慢慢吃。嗯嗯。刚刚吃完这个甜甜圈，你看现在这附近春天来的时候超多樱花，很漂亮。这个是东京最有名的那个樱花街，这个后面是河啊，一直 focus 在我身上，你们自己看。嗨，超级时尚的店，这边一条都是很多北欧风的什么餐厅啊，还有卖些小小杂杂货，超おしゃれ，而且散步也很舒服，刚好刚刚吃完很多热量。散步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又要吃。哎、欸，黄总呢？哎，吃完甜的就要吃咸的、啊。五分钟就把它规划完。你超强。这个星巴克连 logo 都不一样，这个建筑很漂亮。如果春天樱花来，应该也很漂亮。散步一阵子以后，还可以来东体这边，这个是超大间的。欸、我超喜欢东京的那个烤地瓜，在结账区找一下烤地瓜，烤地瓜很好吃。这里这个的 my popcorn 啊，台湾人应该不知道，这个是日本最好吃的爆米花 my popcorn， 然后一定要找这个蓝色的口味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我现在去一个猫咪的寺庙。哦，招财猫，招财猫。我招财猫好喜欢哎、欸，里面有很多神秘的景点。好玩。Go。到了招财猫的庙，超美的耶，蛮大的、啊，我看都是外国人。这个是我们那个有许愿的时候在这边写愿望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挂一下，这样可以拜拜，就是我想要商议之类的。那这边的都是猫哎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好多猫咪，而且有人给它罐头。太厉害吧，超可爱。哎，你看这个是小只在上面，太可爱了吧，整间都是非常可爱哟，屋顶都摆满，他招了很多菜的啊，抬了好多。
知道我刚刚许愿什么吗？什么？告诉我。今年中3亿。希望成真。今年想要中3亿退休，谢谢。松，难点松弛。哦，好高啊、哦！松弛。嗯，这个神色前面的路也很漂亮。不止，还好我们没有太早起床。真的。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。夕阳还没。这个夕阳跟石木的部分，你看，这个红色的叶子也是。哇。非常美。好漂亮哦。要到最后一站啦。最后一站。走这么远。变成晚上了。肚子饿了吧？饿了，下北的看到很多台湾料理店，哎，应该是流行的。我要带你去吃一个汉堡排，台湾都排不到。店好可爱，哎，是不是？嗯 ，party 感有点像酒吧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哇，好可爱，好香啊！不行，这里也太香了。这个是猪100%，这个是和牛加猪，再来这个是全和牛的，这边是有 topping。其实 avocado 生蛋、培根、生火腿、棉花糖，这个两碗饭可以续。我想要牛加猪。我也觉得牛加猪不错，哎，那我也是牛加猪好了。10个，这个不可能。10个才2480，哎，好便宜哦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大胃王可以吃。嗯，我可能今天没办法。我吃了吧嘞，不够油。呀，怎么都把它放给你们吃？呀。这个超高，哎，太美了吧！你在这个路痴滴滴的已经开始滴滴滴，这个很扯，哎，要不然你这样可以啊？哦，比你还大，哇，十公，That's beautiful. いただきます。哎，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。危ない。为什么人家都好好的？日本人很会哟，啊，怎么怎么的，一个来，啊，蒙住了，蒙住了，哦，融化了，我那感觉酱油加棉花糖，是我那个店员说有点像 sukiyaki 那种感觉，哇，所以给他那个这样子加饭一下，加多些，喂，哇，我谢，没事，我谢，快，其实里面半生。那肉好甜，然后这个茄子超大，嗯，喂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超饱，哎，我感动了，还好我有来，是不是带人还蛮厉害的？真的感谢，可以吧？厉害哦，真的完美。今天就休息啦，回家，明天还有，耶，拜拜，明天期待。第二天，我们到底去哪里呀？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哦。你到底从昨天又怎么样子？告诉你，跟你讲这个秘密，这个 app 去。超强的，一键就安排你的行程。排行程是最痛苦的事，你看去去它可以直接帮你设定交通方式，它还有一个一键排序的功能，直接帮你排出最顺路的路线，交通方式都帮你准备好，根本就不用想要怎么去，只要按这个共同编辑的按钮，就可以跟亲友一起共享共编这个旅游清单，找航班跟投保和泰旅平险都可以。找到航班以后呢，就直接一键加入到你的行程里面就好了。如果是去去里面原本没有的景点，你也可以用 Google 景点直接加入去去，放入你原本想要去的行程就可以了。用日本人带路，这个比日本还厉害。找东西真的太复杂了，东西太多地方要去，但感觉你安排的真的不错。以后就交给我就好了。啊，这把快递了。就是第二天的行程。下一个。你竟然带我来到东京市场，我住过东京的都没有来过这。看到想吃什么就赶快。要，来 ，go go go， 过来的。有先就给点。可以直接吃，不用洗。站，你看日本的东西都不用洗啊。他洗过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うなぎじ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好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ふわふわ。哦。美味。都不错。完全没有腥味。很香。我来吃烤牡蛎。牡蛎。拿到我们的。すごい大きいね。好大。哇，好肥。やばいね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わ。看起来太爽了。快多买。再来试试。吃完牡蛎汁草莓。老板娘说这个是最好吃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
太大了吧？怪物草莓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分支。嗯啊，这个草莓太扯了。我有没有？满嘴都是草莓王。我也没吃过这个，我没看过这么大只。继续吃，吃下去，吃爆它。嗯，那买这个，然后这里直接这样子吃也可以的。哦。いただいていきます。哇，现吃。マイさんの後ろで。现切现吃。哦，看这个，哇，好、哦、美味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美味，特别美味，美味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美味しいよ，美味しいよ。我现在在这个店家的代言的，你看从前面排的话，我是一个表演中的人，真的美味しい。你真的是全部人在看你吃，没事没事。超好吃，这个油非常甜的，而且没有腥味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这个どうも。小小的店。多开一下一个柚子香。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不赖叔。好厚。对啊。好密。现在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他做他自己。はい、こちらになります。鮮貝跟海帶、海帶。这个好贵，加过去。海帶。我最爱。嗯，好甜，味道很浓，而且不错。我今天应该一直讲不错不错，但真的很多东西就是有腥味嘛。澎湖的海胆我觉得超好吃，但这个一样甜，有经验的海胆。寿司店的饭来做的，台湾很少遇到这么有味道的饭，上面加这个海鲜。你讲这一口值得多少钱？一个哟。300块。不值了，不值。加油呢了。啊，吃饱，我们准备去下一个地方了。下一个，我刚刚用 app 看怎么走了。嗯，找到一个不错的咖啡厅，有 cheesecake。顺便消化一下，然后走十分钟就。cheesecake 跟咖啡。是一个比较怀旧的。是的。咖啡厅。银座其实蛮多类似这种怀旧的咖啡厅，他们里面暗暗的，然后。有一种很适合看书的那一种 feel， 那种日本文青的感觉。把所有甜点都点完了 ，M 的妹妹来了。啊，妹妹，可爱，可爱的小弟。嗯，接下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吃个不停的时间。这个是 cheesecake， 栗子蛋糕。他们两个现在完全醉心于吃这个蛋糕，接下来就让他们姐妹聊天。哎，吃完东西啦，好想买东西，购物一下，逛街，走路就到了。好大一家，可以逛到饱，一定找得到东西。而且其实银座这边很多店，就放你们去逛街喽。すみません、失礼します。要买户外活动可以用的外套。购物完了，吃饭，准备去吃饭，大概走15分钟，吃你最喜欢的烧肉。耶、yeah, ，好可爱哦！我觉得东京真的很适合走路逛一逛，不要一直坐那个电车，好浪费，真的很好玩，路上有一堆东西可以看。到了，二楼。松树店的二楼。哈哈哈，哎。看到一个很 local 的小店，
也吃饱啦。本当に美味しかったね。那个真的吃饱了。这两天的行程怎么样？哎，你很厉害耶！不是那个 app 很厉害。我可以保留前面的称赞吗？你们也试试看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啊，我们会再分享 QR code 给大家。道长，回去休息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东西拿到了，回家回家，累了。捷运超累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最后不用坐捷运，我那个 app 有客运接机。对，你看，一样是用去APP 哦，直接预约轿车。用和云机场接送，超轻松，而且他那个我们 delay 嘛，他直接联动那个班机时间，所以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到，他已经在等了。感谢。回家啦。这些东西好开心，太快。Go go go。